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みえこです。大家好。我是みえこ。美容子。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我丈夫的工作是什么。我丈夫的工作太有意思了。就是面向外国人教汉语这个工作。他工作了差不多18年了。很有经验的。这个工作呢可以跟很多国家的人交流。所以他的英语非常好，非常流利。日语还可以呀，交流没有问题的。我也受他的影响，我现在的工作是通过在线的方式教日语。主要学生是中国人，可是有时候教美国人、欧洲人、亚洲、新加坡、韩国、俄国人都教。就是我也喜欢这种国际交流的感觉，我的爱好和他的爱好很像，是不是？还有，我现在学习英语也是受他的影响的。我看到丈夫说英语说的流利的样子，那我也学习英语吧。受影响的。有一天，我拍下来了一个视频，就是他跟美国学生一起唱《苹果》这首歌，你们知道吧？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视频，好吗？好，请看一下，多少？今天我非常高兴要和我的学生一起唱《小苹果》，甜蜜蜜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太厉害了！大家一起来，对，哇，来，对，小苹果开始来，一二三。我种下一颗种子，终于长出了果实。今天是个伟大日子，摘下星星送给你，摘下月亮送给你，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。变成蜡烛燃烧自己，只为照亮你。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。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。生命虽短，爱你永远不离不弃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天边最美的云朵，终于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就会收获。从不觉得你讨厌，你的一切都喜欢，有你的每天都新鲜，有你阳光更灿烂，有你黑夜不黑暗，你是白云我是蓝天。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，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，秋天蝉鸣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，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走向天边最美的云朵。春天又来到了我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就会收获。非常好，哇、Bravo， 太好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丈夫的工作非常有意思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大家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拜拜。